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摄注品第十五说分最后的一段，发心注最后的一段，我们借着昨天呢，从清凉大师苏超的幕后，我们看超，我把这一段呢念一遍，对对地方，超更有一问，答了一句三义。这个问还是问的有一些菩萨，听到净土法门，但是不愿意往生。有些菩萨呢，他发愿求生净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清凉大师为我们解答是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自不要生，为引众生另修净土因故，自己为什么不要生呢？已经破了无明了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这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生不生净土啊，对他来说呢不重要了，可以生也可以不生，但是硬化在六道里面，特别是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的烦恼习气深啊，造业也广，所以要想超越轮回也确实非常困难。菩萨知道有这样殊胜的一个法门，他要劝导一切众生对这个法门呢生起信心，发愿求生呢，所以他带头，他做示范，他也求生净土。这个我们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度众生。第二呢，大师用一个比喻来说，说如人不善于水，就不会游泳，见子堕水，这个子是很轻的，见到自己的小孩啊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他就想赶快去救他，自己不会游泳，那不是自他去摸，两个人都淹死吗？
所以他聪明，应求传法而其度之。啊，这个比如说要找啊渡水的工具啊，你才能够啊救他，才能够帮助他。这个比喻得好。为什么呢？把全教菩萨了都包括在内了。啊，全教菩萨还没有真正发心修净土，看到自己家里的亲人啊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儿女在生死边缘当中，没有法子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大苦啊。啊，这些菩萨们知道自己修行的不错了，还是没有把握超越轮回。啊，听到这个法门，有这样的殊胜，真干了。啊，他生到净土了，家里人啊，亲朋好友看到了。会对这个法门呢生起信心、愿心，也依教奉行，啊，彼此都得度了，这是一个意思。更深的一层意思呢，他生到净土，见到弥陀，他就有能力帮助跟他有缘的人。什么缘呢？生生世世啊，啊，续世今生，家亲眷属啊，他都知道了。我们没有见性的人不知道，见性的人他都知道。啊，现在这个时间，我见到有些同学，他们做催眠，我在旁边参观，真的让这个人呢进入深度催眠，说出他过去生中的状况。啊，这我亲眼看到的，大概三个半小时，将近四个小时的样子，他说出80，过去80。啊，这是我们道场的一个义工啊。啊，80不相同的状况。曾经有一世，他做过女生，啊，女孩子。有一世啊，做士兵。啊，这是很古老的时候，在战场上被人杀了。啊，问他杀他那个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他从后面把他杀死了，没有看到面孔。啊，你恨不恨他？恨他。啊，这个催眠师告诉他，那你杀别人，人家恨不恨你？
啊，这样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，应当把怨恨放下，他心里稍微平静一点。这个在现在很流行，证明一个人呢有过去式。人既然有过去式，肯定就有来世嘛。这三世因果就证明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而且做这个催眠的这种方法呢，并不是很难。啊，一般人看几次都会学会了。啊，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用这个方法。啊，你能够看到啊，过去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家庭眷属。为什么？我们在这个世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啊，就很欢喜，就很熟悉，过去生中善缘呢、啊、有一些人陌生人头一次看到心里就不舒服啊，什么原因？肯定过去生中啊跟他结的是不善的缘。如果没有前生，怎么可能有这种现象？啊，这种现象，我们冷静自己想一想，都有啊。啊，所以，三世轮回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啊，我们明白了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，通通要把它归到化缘就好啊。啊，家亲眷属能够变化成化眷属，一同学教，一同念佛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成菩萨啊，手连手心连心呢，来教化六道里面苦难众生，这就对了。不再跟一切众生呢结恶缘啊，冤缘一定要化解。这是很深的一个意思啊。第三，悲故要助，智故往生。佛法特别是大乘永远离不开悲智这两桩事情啊，他有慈悲心，不忍心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造业受苦，所以他真正能跟一切众生同甘苦同患难，这就是还原观讲四德了幕后这一句，
待众生苦，就这个意思，不离开六道啊，不离开苦难众生啊，啊，因为他有智慧，他知道往生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那就一了百了了，啊，永远解脱了。他自己成就了，也帮助有缘人都成就了。这个意思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下面第三个小段，真是啊，这个文我们念一念，不长。何以故？于令菩萨于佛法中心转正光。啊，经文就到此地。清凉大师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何须学此？”这个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必须啊，何必一定要学这个法门呢？底下答的是令得通别二种一股啊，这是为了让有缘的众生呢得到两种利益啊，一种是通，一种是别。先说别，别为增生广大。此之别矣，借习后位，准下颂文呢，一临不退。啊，这个意思好啊！啊，别什么？正甚广大，这就是慈悲。增长智慧殊胜啊，菩萨的悲跟智啊都往上提升了 啊， 啊，提升的目的是希望啊证得底下一个果位，这是初住菩萨。向上提升就是二住菩萨。那不能不学，你要不学呢，就不能提升。有所闻下，最后一句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的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太好了，这是诸位通义，前面是别义。这是同意。一皆从内发了，故不由他。
啊，这个结是什么？悟啊！啊，我们先讲悟。啊，觉悟，觉悟不从外来，决定是从内。怎么觉悟的呢？心地清净，就觉悟。与外面呢不相干啊，就故不由他啊。他指谁呢？他有三种，一种是他人，与别人没关系；二者呢，心外啊，他与心内有关系，他跟心外没关系。第三呢，性外，觉悟是自信的，自信之外没有觉悟啊。啊，所以这一定晓得了，是从内发。我们真正要求开悟，求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啊，不能向外求。外面呢，可以做助缘帮助我们，这个倒要懂得啊。外面能够帮助我们，而真正觉悟一定是从内发的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这悟性发不出来呢？大乘教里面常说，你的烦恼习气障碍着你啊。啊，所以你悟性呢透不出来。诸佛菩萨千经万论啊，无不是教导我们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你能放下一分，就有一分的悟处；能放下两分，就有两分的悟处。那现在问题是，我们放不下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佛有种种法门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些是方法。这些方法呢，都是帮助你放下的，放下开悟，悟。还是自信，从内不是从外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佛菩萨如是教导我们，在中国古圣先贤啊，他也懂。他教导的这些方法了，跟诸佛菩萨了，好像没有两样啊。啊，老祖宗教人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读书是方法了，一遍一遍的去读。读懂了很好，不懂了不要去研究，一直读下去，一遍一遍读，念到一千遍呢，豁然开悟，
这什么原因？哦，原来用念书这个方法，把自己的烦恼啊控制住。只要烦恼控制住了，智慧就往前透啊。这个道理，觉悟的人明了啊，古圣先贤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所以读千遍，甚至读几千遍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种控制烦恼的方法，也就是断烦恼的方法，或者是转烦恼的方法。你得有耐心，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啊，真这样做，做的时间长了，心就定啊，定能开慧啊，那由此可知，这个心浮躁，我们现在讲心浮气躁啊，他怎么会开悟啊？经文摆在面前，我们看一遍不懂，看十遍也不懂，看一百遍也不懂，什么原因？心浮气躁。你看一千遍呢，就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心定浮躁啊，消失掉了，清净心现前了啊！特别是大乘经典，佛菩萨说，祖师大德给我们说，字字句句有无量意啊，我们连一个意思都看不出来，怎么能看到无量意呢？真的无量意吗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相信真的是无量意。为什么呢？它成性啊，性是无量的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自信的德号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量意。阿，这是梵语啊，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智，翻作觉啊，要用全完全翻出来了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，就无量意嘛。字字句句都无量啊。不要说一尊佛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跟我们说一个字，说无量劫都说不完，妙啊，法真妙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它跟性都是贯通的，啊，所以经典你也通了，你得大自在。啊，长说、短说、深说、浅说，无不自在呀！啊，什么样根性的人，给他用什么样的方法讲解，啊，他都得利。啊，上根大彻大悟，中根大悟，下根小悟，他通都有悟处，这法妙。啊，所谓的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，这是讲一切经都有这种统一
啊，这个利益。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叫圆人说法了，无法不圆。啊，圆通，圆是圆满，圆满通达的人，无论念哪一法，他都圆满通达。啊，真的像清凉大师讲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这个里头都有喜乐，就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了。我们学佛求什么？就求这个。啊，那自己就自己一生。这一条重要了。啊，我们如何能够自己？就自然就明白了。自然就通达了。那的第一个，业者熏习成性，故能自解。这一条就是多闻的一处，所以听东西一遍不行啊。所以现在人他所学到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佛法教人呢要开智慧，从内开智慧，不重视知识。现在社会普遍的都知识，佛学、儒学、道学知识。啊，我们要翻过来，我们要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儒释道都有智慧。智慧都是从内发的，都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学习。所谓是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我通常教人，无论学什么东西，至少要学30遍。很少啊，不多啊。古德教人的时候是至少是300遍呐、啊，为什么？他有悟处啊。现在人没有这个耐心啊，学300遍他不可能，所以我要求30遍，行吗？行，30遍他学会了。他就会自然去学300遍，为什么？甜头尝到了。嗯，我不叫他学300遍的时候，他也会学300遍。300遍学到了，甜头就更甜了，他会学3000遍。所以这个，对于现代人，我们劝导他不能一下去讲3000，把他吓到了，他一遍也不学了。啊，慢慢的来，诱导他，哎，30遍，啊，甚至于很多呢，他30遍他不肯学啊，我们陪他学，哎，诸位要记住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善知识少了，不像古时候。真的有大德，有高僧，啊，你亲近了会得利益。现在没有了，没有怎么办呢？念书啊，啊，念经啊，经是佛菩萨说的。那《华严经》这部经，如果你念3000遍，你怎么会不成佛呢？没这个道理啊。我们怎么办？带着他念，陪他一起念，
啊，我们可以把经典做成有声书，做成光碟。啊，文字不要有任何形象，文字打在光碟荧幕上，有声音带着它。啊，他能够每一天念几遍？啊，我相信念三个月，他就有味道了，乏味尝到了。啊，三个月乏味尝到了，尝到之后他不能停，停了他就退转了。他如果不停，继续努力，啊，三年。不要换东西，一样东西，一门深入。为什么呢？一心是定的，看很多东西，心是浮的，差别在此地。啊，一样东西心是定的，等到你在一部东西里面开悟。啊，智慧开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广学多闻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一定限制你不能学，不是的，智慧开了才学。智慧没有开呀，就守住一门。智慧开了之后，你学东西啊就很容易，很简单了。啊，一听就明白了，一看就懂了。啊，在古印度，我们看龙树菩萨的传记，《高僧传》上有里头有啊。啊，龙树菩萨的传记，龙树菩萨开悟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留下来大藏经啊。龙树菩萨花了多少时间把大藏经全学会了？3个月啊，90天的，释迦牟尼佛讲49年了，他90天就全通了。这个我们要记住。那在中国唐朝时候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五祖忍和尚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义，他不认识字嘛，他不能看文字嘛，啊，讲给他听，啊，讲大义。我想顶多2个小时吧，他就通了。啊，这一通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，他全通了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《大涅槃经》，分量很大，40卷。念得很熟啊，他念了很多年了，没开悟。啊，六祖听他念经，他念完了之后，他就把那个经文的意思讲给他听。
无尽藏比丘尼非常讶异，向他请教，啊，他讲的太好了，啊，拿着经本啊去向去问他。能大师说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他更奇怪了，那不认识字怎么意思能够完全通达？他说：“这个与认不认识字没关系。”与什么有关系呢？与你的心情有关系。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不通，你天天念也念不通。哪一天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了，就通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无尽藏比丘尼也开悟了。啊，以后他教学遇到有法达禅师，一生呢受持《法华经》，啊，这个人听说能大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啊，他去参访，见面呢，这是给老师礼拜嘛，行礼嘛，行礼头没着地，啊，三拜拜完了起来，能大师就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头没着地，是不是？”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？头不直地不着地是傲慢的，啊，被能大师看出来了。哎，他说了，他读了3000遍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一天人都读一遍，啊，7卷那卷都很长。这个诸位都知道的，啊，那3000遍是10年的功夫啊，真的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啊，那能大师问他《法华经》讲的些什么，他说不出来，啊，回过头来了想。能大师请教，啊，慧能就说了：“我不认识字，这个经呢，我没听课过。你既然念得这么熟了，你背一遍给我听听。《法华经》总共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第2品。”还没念完，六祖就点头，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跟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太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这再拜啊，头就着地了。你看看，这是内法了，不在外头啊。啊，我们想不想开悟？想不想见性？人只要开悟，像慧能大师的，这是彻悟，大彻大悟。不但六道超越了，十法界也超越了。你要真的走这条路子，你要知道修清净心的重要。啊，我们修净土法门，我们依靠的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修行的纲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经体上修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
觉性，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心没有染污啊，染污是烦恼啊，习气这是染污啊。啊，平等心里面没有高下，就平等了。啊，肯定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。啊，傲慢嫉妒是极不平等。啊，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平等了。我看到这个人还不如我，那个人我看到讨厌，那个看到欢喜，不行啊！你没有开悟啊！啊，开悟人的心是平等心。决定不然无啊，也就是我们在讲习里面常说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能够染污它。他心里清净啊，下面觉是不迷啊，觉而不迷啊。怎样才觉得不觉而不迷呢？只要你做到清净平等，你就不会迷惑了。无论在什么境界，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熏习成性呢，太重要。一学一样东西30遍这个耐心都没有，他怎么会成就啊？30遍是个基础啊，是扎根啊，啊，扎下去了并不牢固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中国古人教学你就明了了啊，古时候私塾教小朋友读书，所读的都是经书，小孩他怎么会懂啊？就是叫你念啊，你的根性，根性有上中下三等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讲程度啊，每个人程度不一样。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10遍。给你读一篇文字，叫你读。啊，10遍呢，你就能背上根。啊，背多少呢？500字以上，这篇文章500字到700字，你10遍就能够背诵，就上根。啊，300个字，10遍能背呀，中根。100个字，10遍能背下根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你叫你背的书通常是什么呢？通常都是四书啊，五经选的这些啊，老师教学生背
哎，识辨能背了，就知道啊，你的根性。啊，下根的人，老师每天教他背100个字；中根的人呢，背300个字的样子；上根的人啊，背500个字。所以他每个人进度不一样。啊，识辨会背了，要叫你背多少遍呢？背100遍。啊，根性利的背100遍。根性差一点的时候，老师加一倍，背200遍。这是什么？都是水扎根啊。就是这个地方熏习成性啊。啊，他背得熟啊，那到第二天来上学的时候，昨天背过的一定要写背一遍给老师听，然后再叫新的，啊，再叫底下这一段，这样一个叫法了。啊，小学完全背诵，这叫背得滚瓜烂熟。啊，到大学的时候，中国没有中学，只有小学到大学。啊，13岁呀。所以进太学了啊，那就大学。老师得跟你讲解、研究、讨论，哦，就有悟处啊！啊，大学里面念书不要经本了，为什么？经本你都背过了，所以老师也不需要经本，学生也不需要经本，都熟络啊。啊，说到哪一部书，说到第几行、第几个字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都背过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学的是智慧，现在学校教学的是知识。啊，知识不讲求常识学习，他不讲究这个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是外来的，智慧是外来的，不是自发的。啊，你是从外面学来的，智慧是从里面往外透出来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自己。啊，这一条呢非常重要。那现在我找不到好老师了，有没有方法学呢？有。早在孟子的时代，啊，孟子去我们2500年了，他老人家就做了一个例子。好榜样啊！他要学孔子，孔子已经过世了啊。孔子的著作留在世间啊，他收集到了啊，每一天呢念孔子的书。有疑惑、有问题的地方啊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那个时候，孔子的学生还有不少，还在世间。啊，向他们请教，他学成功了。成功的秘诀就是熏习成性。这成功秘诀。啊，而且成就啊超越孔子其他的学生。你看后人称孔子为至圣，
称孟子为亚圣。啊，今天提孔孟，没有提孔子的别的学生。那这么自学成功的啊。那现在我们有典籍存在，哎，又有这种高科技的帮助，这好事情啊，这个要我们还大力来推广啊。可是一个人的成就啊，他必须有两个基础，第一个是德行，没有德行的人不会成就，为什么？他心不定啊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他没有啊。清净平等是德行，觉是智慧，所以心一定要清净，要平等。用什么方法达到清净平等呢？熏习就能这个成就。